球到旁边球，王佳琪32秒63，他们的女状元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啊。今天的女生表现都相当的不错，姚文杰。女生的部分其实让我比较头痛一些，因为女生大家的成绩都还蛮不错的，最稳定还是主位，我觉得她一定要上。嗯，对。加油！加油！那还有一位女生，可能是我是蛮想上，蛮想上场哦。吗？啊，是吧？什么？对，大家都想上，那我们就不要上呗，谁上都一样。哎呦，喊三下哦！来来来，终于可以喊了。气势，气势！来来来，谢谢。我们要赢啊！其实很重要，我们气势回来。嗯。1、2、3 ，Rapper。享受享受，红队女生的篮球我们真的都很平均，所以真的谁上场都可以，因为就是代表红队。红队第一棒胡祖威已经在起点了。其实胡祖威啊，整个协调性是非常好的。那在这个篮球挑战赛的部分也是需要一个运动的协调性。一开始呢，他没有过到第五个角锥啊。很好。好，准备上来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慢慢来。可以哦。OK。OK OK。快快快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很快，现在。哎，加油！接下来第二次的尝试。刷框而出。我一个断腿。这个球转。稳稳的进。胡祖威37秒90完成了他的篮球挑战赛，成绩是相当不错。可以可以，那个没事啊，应该没事，撞到而已，撞到而已，撞到而已，没事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紧接着要登场的是蓝队的第一位女选手林颖乐。那其实呢，贤姐啊就一直非常的特训他们哦，每天呢他们都一定要练定点呢，就一定要投进100颗才能够休息。这是贤姐的强项。林颖乐开始出发，左右换手运球过了五个角锥，非常的顺畅。哇！一球的助攻成功了。贤姐提点他们哦，不要慌。其实呢，这个很重要的是节奏。来，一次性，林颖乐的最后一个罚球线至关重要了，有没有机会破大会纪录？就看这一球。哇，结果没有进。不光不光。旁边的球，旁边的球，旁边的球。王佳琪，32秒63。旁边的球，旁边的球。旁边的球，旁边的球。妮娜，我们的女状元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啊。林颖乐的成绩32秒63是破了大会纪录。他如果在罚球线低球的后劲，甚至还可以破男子组严佑廷的大会纪录。哎，很不可思议，这个速度真的非常快。其实我不知道我破大会纪录，我只知道我其实蛮顺的，只是后面有点可惜，没有一球就进。我觉得如果我第二球没进，其实就会可能掉下来。紧接着呢，要登场的是红队的球类女神林思雨宇宙。就是一直可以看到啊，像上次的我们的3分球大赛啊，或者是平常的练习啊，林思雨都展现出超棒的学习力。这个运球有点瑕疵，不过还是呢顺利的过了五个角锥。我觉得其实刚刚林雨宙助攻传球一球的投进，也激励了林思雨，遇强则强。来来来来，不急不急不急，这边球稳。稳了，林思雨都是一次进，哇！今天的女生表现都相当的不错。姚文杰，还有一次突进，再破大会纪录，29秒01，林思雨是我们唯一全明星运动会。
赞啦！人生小宇宙。哇，这个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对。我关键真的在最后的罚球，女生的罚球跟男生的三分哦。是，哇，林思雨，那真的是练习完全在这个场上展现出来耶，因为呢，他刚刚的每一个点都是硬一球进，非常完美。对，很完美，堪称完美的表现。我自己真的没有想到记录这件事情，就想说每一球我都是想过的，我每一球都不是急着出手的，我就是一球一球的完成它。